敬老说的话，净空老法师推荐，弟子归愿空中课堂义工恭送。净空法师，敬老说的话是净宗念佛法门的精要摘选。最近有同学送一本书给我看，敬老说的话，大家喜欢看的话请做参考。这本书我用了2天的时间把它看完了，内容是什么？可以说是净宗念佛法门的精要精华，最简单最扼要的。无论什么人，男女老少，咸鱼不孝，照着他的话去做，老老实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他这里头后半部有相当的深度，里面讲了很多大乘经的道理，最主要教人要念佛，要改毛病，改习气。为什么？毛病习气是往生净土的障碍，要放下万缘，知道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假的要放下，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真的放在心上，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说得很透彻。真正求往生，甚至于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有接触过，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能成功。这些话也是给一个有缘的李居士，给他讲的这些话，他就把它记下来。这个笔记敬老看过，记得没错。往生之后，这把它印出来了，给我们大家来分享，可以跟环念祖老居士的《大经解》媲美。《大经解》讲得非常详细，它这个很简单，宗旨、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如果看到大经解这么大的分量觉得太多了，那你就看这本书好了，就够了。多看，常常看，把这个里面重要的都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果报相同，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功德不可思议。这个书跟佛说的道理一样，要度有缘人，与阿弥陀佛有缘，听到阿弥陀佛能生欢喜心，管用。如果听到阿弥陀佛摇头不相信，这就是没有缘。那没有缘怎么办？按环念老居士的集注，这个说的详细，遍数要多，一遍、两遍、三遍没有效果，至少要看30遍，要万缘放下，心平气和，用真诚清净心来看，你会得受用。你都看明白了，看清楚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你清楚，极乐世界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你也清楚，你肯定放下娑婆，一心专取极乐世界，大好事。难得这个老人，这个老人是山东人，战争的年代他到台湾了，名闻利养都不要，在台湾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平平安安往生了，他这一生的目的达到了，留下这些话给我们学佛同学们做参考，简单扼要，对念佛人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绝不能把它看浅了。敬老已于公元2010年7月12日上午5:15元寂。
享年90又8岁，敬老要回西方时开示，依照这本书的法义去落实，心不要忘记佛，一持名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可相应诸佛菩萨及我在暗中加持的力量。莫学黎明雪，谨记南无阿弥陀佛。敬老简介：敬老因全名当中有个敬字，所以我跟家人都尊称他为敬老。敬老祖籍山东省，幼年时家境富裕，后因战乱才随军队来台定居。在他出生及13岁时，父亲及母亲即相继辞世，后由3位叔叔抚养长大。他父母在世时都不是修行人，父亲辞世后沦为鬼道，母亲沦为越南人，但都因托敬老修行之福，现都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敬老民国2年出生，表相看似60几岁，曾任职专科老师退休，行步快稳，说话声音洪亮，不爱名利供养。敬老从没有去过任何道场或寺庙，没看过任何经书，心清净，没有妄念，心只有佛，即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曾更改或加入任何法门。敬老小时候，当时家乡并没有寺庙佛法，每天在学校下课时，敬老当时6岁，他与一大群小孩正在休息室游戏，当时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一位和尚，出现在敬老跟前，笑笑的就把敬老抱到桌面上坐着，教他双手合掌，双脚双盘。之后和尚又走回小孩群中，两只手一边各拉一个男同学，站立在他身边，一边各站立一个。当时同学站立在地上，随后和尚就跟敬老说了一句：持名南无阿弥陀佛。事后即哈哈大笑就不见了，因当时年纪小又想玩，根本不会去注意和尚是往哪里走。回家之后曾问长辈，什么是持名南无阿弥陀佛，但长辈都听不懂他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从此他也就不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但从那时候起，敬老就开始自己默默持名南无阿弥陀佛。敬老事迹略说：一，敬老小时候曾跟几位表哥及朋友到湖边去玩水，因为当时他不会游泳，所以便手扶着一艘小船在湖中戏水。后来表哥们告诉他，把手放开可以玩得更尽兴，但当敬老手一松开，他就立刻往湖底沉，喝了好几口湖水。此时敬老忽然感觉到他的背后出现了一只比他的背还要大且毛茸茸的手掌，
将它向上一托。于是敬老就回到岸边的浅水处了。二，敬老来台后，有很多可以当大官将领的机会，但敬老都一一推辞了。三，敬老自从六岁时在学校遇到那位教他念佛的和尚，一一心不乱，入一向念佛三昧的层次。四，敬老到目前为止已经来人世间很多次，他这趟来世间的目的并非是用公开身份讲经说法的方式帮助众生，而是默默地在暗中护佑众生，让众生的苦难减至最轻，让众生可以过比较安定的日子。且他以帮助众生信愿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序，墨学在民国78年开始接触到佛法，期间虽然有在念佛，但亦曾杂修许多法门，一路跌跌撞撞，直到民国85年承蒙佛菩萨的恩惠，让我遇到敬老。敬老视我为亲人般，并教导我走信愿行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路，但因我生性愚痴，罪业深重，至今凡夫心还是很重，但比起以前是有改善些了。承蒙佛菩萨的恩惠，让我遇到敬老，且教导我这么好的教理与方法。我是从民国91年开始便把他老人家教导我的话笔记起来，在我的心意经敬老同意之后，再出此书与大家共同分享。此书的所有内容都请敬老鉴定过，这书名亦是敬老亲自取的。虽然我们现在所缘并非像正法时期那样可当佛身边的弟子，但只要我们有照正确的教理及方法去调整心的质量，效果亦是相同的，即是佛弟子。敬老的事迹原本想多叙述，让大家多认识他，但敬老不爱名利，便一再吩咐要依法不依人。他老人家把原始的佛法用最浅易的文字相讲出来，是为了让因忙碌没空看书或看经书亦难解其法义的末法众生也都能方便使用的文字法相。文字相虽浅，法义却深意稳当，希望有因缘接触到此书的人能用直心学习，并时常温习与落实此书的法义，而不要以论法的心态得读此书，如此才能了解佛讲的教理及方法去实修，而一辈子皆落实念佛，直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若学黎明学，谨记。南无阿弥陀佛。前言：佛法是心法，所以一切得要从心地做起，自己要往六道路走，或
或要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路走，完全都在自己心的品质。我们凡夫因为八识存挡了很多很重的贪嗔痴妄想执着分别我执五欲六尘等等习气的种子，要是没真修行，就会永远留在六道转圈圈。因为凡夫心在这一条路上走得很自然，很习惯又熟悉，所以每次来到人世间，虽然有离六道的机会，因为没修行或没修成功，才会再次往习惯熟悉的原路走，跟着自己的习气走。等轮到得人身，至少又要等个几百年。要是下了三恶道，那种生活是很痛苦凄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这一条路，虽然我们凡夫很陌生，只要我们真正用佛经里面的话来行，一方面真信愿行念佛，一方面改习气，一门深入，今生自然即可换跑道，往生西方成佛之路。只要有真信愿行持名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即一切佛号一切佛经一切佛法的总持。一一般观念解行篇。一生气一次要三天肉体才能恢复正常，不要生气才能保持元气，并皆从心出，心不乱想，心拿来想念佛，心清净自然，肉体就没病。二肉体虽是借用，亦要与它配合才是真保养。心里想的是可以吃的东西，肉体的一切工作等，身心所做的一切事皆要适当，绝不超出肉体的负担才可以。三有病有苦时，是提醒要真心念佛改习气，帮助消业的因缘，把心里的垃圾去掉，慢慢自然能健康平顺。四肉体会痒会痛麻等，是肉体自然的情形，并非想出来的，但肉体的感受心会知道，痒入到心里，只要心不与相合，痒即抓，病痛即要医治，心只管安住在佛号，痒痛等相虽在，但相慢慢既能不入心，非靠意志力在撑，而是心无染到相，既能心转静。五生病有两种原因，一是自己不小心没有把肉体照顾好，二是过去生过去所造业的业障病。若有真信愿念佛真修行改习气，过去生过去所造的一切业一切冤亲债主，即会因你有走到正路托福沾光而得到好处，即会真消业。因凡夫生生世世造的业杂重大，没办法靠自力扶助与清掉，所以一定要行佛法与请求佛帮助，真信愿念佛才能顺利消业。业能消多少必要看个人的信愿念佛与改习气的程度，自己有真消业，亲人他人才能托福沾光而消业。六念佛改习气既是帮助你身心健康，亦是可以离六道的特效药。切记你走到哪里都要记得用。七
人生最痛苦的是有感受而身心却不能做主，有真有假却没智慧洞见真相，总是迷失在假象里打转。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要以念佛改习气为主，今生才不会不了了之，才能解脱一切痛苦。八，要影响他人容易，但要改变他人却难，因念头、感受、习气问题是个人自心的事情，所以必须靠自己愿意改变，才能把自心的品质提升。九，人生的心路历程是可以由自己做选择，还要借修行来辅助清掉习气，而可改变命运。坏事不做，心不粘相，心粘佛号，即是对路。十，念佛的人有一切佛菩萨护持，别既无法侵犯，别亦不侵正。十一，目前虽是末法时期，亦有佛菩萨住世庇佑众生。十二，不是每个佛菩萨都是用讲经说法的方式度众生，有些佛菩萨所做的事情是凡夫看不到的事情，其实看不到的力量更广大，但是目的都是同一个，帮助众生成佛。十三，有往正路走的人，自然会有一切护法来护持。十四，学佛若有往正路走，家庭自然会因你的修行而会愈来愈和乐，亦会更平顺。因有佛的加持力，心与一切缘的磁场自然会改善，即使觉得不怎么理想，也不会继续恶化。十五，不管世事因缘如何，都要以真感恩厚道为基本，要以念佛为主，不要怕吃亏，不怕吃亏才不会吃亏，但不滥慈悲。十六，修行才是真的大孝，亦是对父母最大的利益。十七，虽然家人是冤亲债主，亦不要用冤亲债主或累赘的心态来对待。今生能得人身，又有亲人，让自己有个家，又能遇到佛法，这个福报就已够满足了。不要太贪心，家庭和谐，一家人快乐，处事念佛才会更好。不要只看到别人的不对，亦要自我时时反省。十八，在家里好好的随缘了缘，没事不要到处攀缘。有真正在修行的人，处处皆道场。亲人或他人若还未学佛，是因缘未到，不要急着要改变他。若小孩的表现不合你意，亦不要用整他的方式对待，才能化解业障。十九，在家中经常向小孩随缘提南无阿弥陀佛，种下种子，待种子成熟后，将来亦必定会念佛。如此，当我们往生时可以放心地走，就不会有牵挂。放下心里的一切牵挂，静下心来念佛，才会真无牵挂。二十，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或他人相处有烦恼时，不要用对付法，应不排斥，无取无舍，静下心来念佛，
才是真对治，否则就有人我众生受者相，将其与我们相处不愉快之人事物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相能视为助缘，即是觉悟与修行的好因缘。佛法不离世间日常生活中的六尘相，亦不离世间日常生活中的六尘相修行与觉悟。21，每个人皆有佛性，因贪欲而被困住，妄想、执着、分别是了生死最大的敌人。心不在于一切人、事、物，一切相斤斤计较，亦是改习气。22，看到亲人或他人的好，应高兴与祝福，心量要放大，不要有嫉妒的念头。若看到亲人或他人有困难时，应随缘用善的、正的帮助与祝福。帮助亲人与他人，其实底子帮助的是自己，因为福慧皆是自己的，亦是为人的本分。从善入流出世福，直善入流世间福。23，一切相皆要入流，一般人皆是入流，才会引来一切的痛苦与麻烦。凡世间之事看淡一点，做过了就放掉，或当下即无心。24，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入境随俗，随缘合群，但心要自主才对路。25，只要是用正当赚来的财富，再多亦不算贪，亦要留些给别人赚，不有是好，但钱要善用才是真正好。贫穷亦要感恩，因为贫穷可以省掉很多事，亦更有机会看到世间的冷暖，领悟到有情与无情众生的伟大与无常。精神的自在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有钱有闲是假的自在，放下习气才是真自在。从德看凡愚，从失看静智。26，财富不能了生死，不用看得太重，只要有计划，生活过得去就好。27，有时候心里的焦虑与苦恼，是因小时候或某次被亲人或他人误解或看不起或取笑，而相应到自己内心的不舒服或自卑、不合我意的感受下，直直放在心里保养着，才会带给自己心里的想法感受不自在不愉快。只要把比高下、报复、不甘心、自怜的妄想放掉不想，把执着与定见放掉，心量自然会大。真信愿念佛，即可拾回清净的自信、自在与快乐。28，会觉得压力大、紧张、急而累，皆因习惯性做某事时，紧张就会同时出来，亦因贪相才心于相合。今攀佛号，吉相自见淡，处事自会平顺快。29，有些人世间的事情学得快，亦做得很好，但修行的心地之事却不会用或做不好，问题皆在被自己心里的习气所转。念佛修行是了自己的生死、自利利他的大事，所以不要再执抓六尘相不放，要把信愿念佛放在日常生活的第一重要，久了
即会成自然，善根亦会增长。三十，每个事、每个相、每个刹那都是生灭，并非表象看到的那样连贯相。凡事看淡些，太执着不是好事。若有遇到不好的事缘时，既要离外相，内相亦要离。若外相不能离，内相亦要离。不想事相，想念佛。三十一，当你的心很烦乱，又找不到方法调整时，最好的锦囊妙计就是心回来念佛，苦的感受相即能慢慢消除。三十二，心烦乱、苦事出现时，若有依佛法的正知见，真实修，烦乱、苦的事相即是过程。反之，若无依佛法的正知见，真实修，新的业力种子又会加份力量入八十存档。三十三，念佛最可靠，越自然越好，修行亦是自然，不要受束缚。日常生活中与一切人事物相处，亦不要违背自然，要一切随缘，但不攀缘。三十四，心若不转，走到哪里皆还痛苦。念佛最适合现代人攀缘的习性，攀缘佛号，以佛号清净的念取代妄想、不甘心等习气，而得成就。三十五，凡夫有三种妄心，一是过去心，二是现在心，三是将来心。三十六，心意已决，是决在清净心念佛，非决在自己的习气上。三十七，心的污染放掉，心清净即是佛法，西方世界可自由来去，即是得道。三十八，信愿行，即是心老实的信念佛、愿念佛、行念佛，一门深入。三十九，念佛修行的过程，只要用佛的法义，一路不更改去行，一定能成功。四十，一方面真信愿念佛，一方面改习气，一门深入，这一条路是最安全、简单、快速的正道之路，往生西方成佛之路。四十一，彼者被肉体用，非尊我却为他忙，悟者用肉体借假修真。四十二，此生缘报尽时，会不会再续走六道之路，或能走出六道之路往净土路走，一切皆在为人心造时。聪明之人依入世，智慧之人依出世。人道既是众生换跑道的大总站，要好好珍惜与把握。四十三，马有四种，一是看到鞭的影子就知道跑，二是要打到皮，三是要打到肉，四是要打到骨头才知道跑，您是哪一种马？四十四，人人都有业力，自己的业力自己承担，他人的业力他人承担。四十五，一切皆是行何因，自然有何果，因果报不是任何人定出来的，是自己造出来的。不管是世间的事或修行的事，都要往正路去行，一切起心动念、真口意造作事相，皆不离因缘果报。
46，五欲六尘如刀口逆，但凡夫因无经实修，或不愿接受善知识的提醒与教导，既无智慧洞见其中的危险，今依然跟着由意识心做主而出来的愚痴想法，又带着习气迷失在六尘相中，把心的污染放掉即是实修。47，难得轮来世间当人，就不要再迷迷糊糊被习气牵着走，乖乖的实在的念佛改习气，才是在学佛菩萨的心，与佛菩萨走同一条路。此生缘尽之后，不但可以永远不再受一切苦了，还可以帮助众生离苦。能不能在活着时就已有智慧，快乐自在过日，誓缘尽时是否能往生西方，则皆在人，而不在佛法，不在佛菩萨。48，肉体是缘起无常，有一切苦的幻体，借肉体清掉习气污染，即可回归到永无一切苦、不生不灭的法体，即是借假修真。49，世事皆无常，一切相皆因缘生，因缘灭。世事一分快乐，九分苦，有何放不下呢？放下并非不要日常生活，而是放下自己的一切习气。50，若平时心没有把凡世间的六尘事放掉，没真信愿念佛，既非往西方的正路走，等临终时还来得及换跑道的人是少之又少。51，遇到正法有两种情形，一是结缘种善根，二是相信依法修行得成就，六道轮回有隔音之谜，最好今生一定要成功。52，有些人听到真相的话，会欢喜信受，依教奉行，感恩诚敬。有些人会起烦恼心，因为每个人的习气就如云层，厚薄不同，感受就会不一样。只要真心信愿行念佛，自然能慢慢拨云见日。一般人因为有了我执，才会喜欢听合我意的假话。真相的话刚听到也许会觉得痛，但只要相信受用后，自然慢慢会有解脱乐。因为有了出世的智慧，能洞见生灭与不生不灭的真相，自然会快乐与自在。53，有些人听到或看到佛法时，当时很高兴，但经过两三天后就又退到自己的想法。所以不是佛号不好念，是自己的习气在障修行道，意识边线不纯，即无坚信，善根即无法持续增长。54，有些人不敢闻真相话的原因，皆以为不闻就不会有事。有些人闻真相的话会苦，是因以为自己本没苦，是因闻了真相的话才苦的，也不知道苦事，是因被自己的习气盖住，没有遇苦的境界出现时，只是暂时没有发现而已。贪嗔痴即是意识心的无明，凡夫心因习贪六尘相，亦会把苦念头苦受当乐，执贪着不放。只要把贪相心放掉，实信念佛，心无污染，有智慧，即会自在。55，佛是正等正觉彻知一切真相的圣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清净心出来的真相话，觉悟出世的话。
凡夫说出来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从妄心出来的话，迷向六道的话。所以应愿相信佛说的一句话拿来修行用，也不愿拿十亿的假话来修行用。56，若正法如海水，只要真正实用一滴，亦是水，胜过拥有全世界的山。57，不要因看不到自己的习气，就认为自己的心底无相无习气了，或把凡夫心的想法当成智慧与自在，想法要老实，才不会往岔路走。58，依佛讲的法，只要相信，拿来用就可以了。修行就如学生，有依老师的话去做，成绩就会好；不依老师的话，而执自己的想法，非真相真理的法去做，成绩就不理想，亦不知回家的路要如何走。59，凡夫需要求佛保护与照顾，还有出世的智慧与周全的力量，过快乐自在的日子，于世缘尽时又能往生西方。60，改掉习气，净存真愿念佛，就是在求佛帮助。61，修行并非是一定要选在一个人的地方或退休后才可以做的事情，心情放轻松，今不需专用在某件事时，处处皆可念佛。62，要知心服感恩，才不会把福报掏空，要改变命运，得从心地做起，心不再起惑造业，真心念佛，命运自然慢慢会改善，亦能了生死。63，修行信愿念佛，才有机会可改造自己的业力，可以不再堕落为六道众生，亦可以往生西方继续修行，即可真正为西方之人。64，知道方法后就不要怀疑，应一门深入实际的去行，才会有成就。但若光靠知道是不能改变心地的品质的，是要去做出来才算是真知道。65，有真心修行的人会遇到善知识而得助缘，助其修行得力。若有遇到善知识，要是自己疑心重，会用好高骛远的心态，亦会错失因缘。若今生再错失与佛法真善知识的教导，是不知何者为善知识，或无惜福之人。66，不要用聪明心求法，要尊师重道，以诚信依佛经法义或善知识讲的话去做出来，才能得到真善知识的助缘，更有机会与佛的法义与西方相应。知见有正见、偏见、邪见，法用对即能行舟，用不对即会覆舟。67，佛法是光明正大公开的正法，每个众生皆可依法修行，但凡夫习惯用在没完没了的妄想、执着、分别、贪等六尘一切妄想里打转，一言没有走过或没有彻底走过出世的法。假如有机缘遇到出世法时，因不认识佛法，亦不知道用或不会用，或口信心无诚信等不实际的信，皆是意识心的主观习气在造作。要改习气，要真念佛，并非想象那样难，而是难在不懂经书的法义，
无善知识教导而不知如何着手。68，与佛法的法义是否能真相应，完全在自己心地的品质。要使诚信不纯，即使每天接见佛法，善知识再怎样讲，自己用的还是意识心的主观习气在运用，所行亦是自认为是，会错意的假佛法。若真想要出六道，就要把我执的主观习气放淡些，心的品质才会提升到心甘情愿的真诚性出来，而相应到佛法的法义入心，心地才有真佛法的知见、想法、方法去行，才能渐进的把心地的污染渐清掉，即可自在念佛了。但法由心生，但心还未清净之前，还是得靠外在佛法的法义来修行，才能把心里的污染清掉，而证到自己佛性的智慧佛法出来运用。69，我执即使我的所知所想所行皆对，只要见解不合我习气的标准，皆会认为不对而不用，眼前所拥有的皆不愿意改变，亦不放下。70，诚信真恭敬是入法与成功的总根源，信不真，闻道正法也不能相应。71，只要有真正在实修佛经的法，说写的一切法皆不离佛经，亦是真的善知识，从善入流，心地不住六尘相，清净心念佛，即是佛法。72，若还没有智慧分辨真法假法、真假善知识之前，自己更要小心，不要随便攀缘，亦不乱想，唯安下心来真信愿念佛到底与改习气到底，有佛力的加持，慢慢才会有智慧出来，既能认清楚何真何假，若有发现之前所知所学所行并非佛的法，既要当机立断，从现在起一心回归真信愿念佛到底与改习气到底，才能出离六道轮回。73，若已找到佛法的一门，即更要小心，实际按部就班的一门深入。念佛人应常提醒自己，若眼前这一秒不念佛，下一秒就无机会念佛。74，若在修行的过程找不到佛法的门，入不了门，或会先证后偏的原因，皆因不知道自己已把佛经与善知识讲法的法义会错意了，才会表象用的是佛法，底子用的却是自己凡夫心出来的法，则是已到达果地的圣人，而我们凡夫还是在阴地，所以还是老实点才安全。凡夫都看不到自己的习气与隔壁之事，怎有能力看到佛宇宙真相？凡夫只是在学佛心佛行，并非已在用佛心佛行。众生虽有佛性，是有机会成佛，若无依成佛的教导去实行，要如何成佛呢？75，佛菩萨彻知一切真相，会用假作真，佛菩萨日常生活是游戏，凡夫一切想法言行皆在相里打转。76，唯佛法才能把意识心的想法去掉，而改变心的品质为善与永恒的净。77，
有人念佛时，不管时间多久，心皆无妄念，日常生活亦不被六尘转。有人念佛时有妄念、妄想等相，日常生活中亦会被五欲六尘等一切相转。如果自己还有这些东西在，定要老实用功，真念佛来消业，改掉习气，即使放掉妄心造业的力量，念佛才会真消业。78，并非表象有在念佛或无接触第二种法门就是一门专修，而是心地无恶、无事、无非、无杂，心老实在念佛才是一门。若光靠放下表象之相是假的放下，心不住六尘相才是真的放下。若要接触多种或其他法门之前，要先知道自己的根性到哪里，才不会走冤枉路。79，太聪明的人，见解多不诚实，对修行道有障碍，即使在跟自己过不去。80，有接触佛经或有接触真善知识说写的佛法时，若心没有依佛经真善知识说写的法义去想去做出来，即出不了六道。81，破除凡夫的想法，不执着六尘一切相，静心念佛，即是佛法的法义。82，修行即是依佛的教育来降服与放掉自己心的一切习气，而可得自己的自性佛法出来运用，清净心念佛，永不轮回之乐。83，在未开悟往生西方之前，皆还不算事，皆要真心念佛，实际的改习气。平时就要训练不住六尘一切相，真心念佛才最安全。84，念佛是为了成佛，不念佛即无法成佛。如有人要你不要念佛而退心，将枉费生而为人，可能永远轮回，因失人身，故难有机会再念佛。自己心里念佛，凡夫不会知道你心里在做什么。85，眼前的福报不要再拿去享五欲六尘乐，要拿来真心念佛修行，才是往出世的善根福德路走，才是走正路。86，念佛改习气与时间长短无关，主要是佛经说的话、善知识说的话，要真正彻底明白它的法义之后，实际的在日常生活里用着，才能往正路上走。往生西方之路，亦是往成佛之路。87，佛菩萨度有缘的人，有相信佛讲的话，即使与佛有缘，与佛菩萨有缘无缘或断缘，这都是凡夫的问题，但有些人都把自己的烦恼怪到佛菩萨身上，或一方面念佛或求佛帮助，却又一方面亦不改习气，只要得不愿付出。88，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他们时时都没有离开众生，他们用一切办法要帮助众生离开一切苦，是凡夫自己执迷在一切相太深太重，所以很难把凡夫心的知见想法调整过来。若自己知见想法肯接受佛法调整过来，既能离六道。89，佛菩萨帮助人，好人坏人都会帮助，
但只帮助好的事情，不帮助坏的事情。凡夫的起心动念，佛菩萨皆清楚。有时与佛菩萨不相应的原因是，凡夫心所想所行所求皆是自私自利，皆是贪六道的事情。佛菩萨只会帮助人家离开六道的事情，不会帮助人家继续往六道路走。若反之，凡夫不就会更加深加重凡夫心的妄想执着分别贪嗔痴傲慢顽空五欲等六尘一切习气，那就不是佛的方法了。有时对凡夫的帮助是一种奖励，目的是要凡夫更平顺更有力量，更好地用功念佛改习气。只要是有在存心念佛放下习气，不用求，自然就会与佛相应。佛菩萨绝不舍一人，所以安心做事，安心过日，安心念佛，安心改习气就对了。91，有些人虽然很愿意往生西方，且求佛菩萨加持，也很愿意去做，但对念佛改习气这一方面的信愿行却不真不实际，只想要好处而不求法义来解行。若是这样的愿，既要重新调整过，要真信愿行念佛改习气，若真宜这样去做，持之以恒，不求即会自然如愿。要信真的也对的，行正的，才有正力而正真的。92，信第一。有真放下习气，即是自利；与有真信愿念佛，即能相应佛力的帮助，双利即是净土法门。93，忏悔并非在表象，是在真心念佛改习气才是真忏悔。94，勇猛精进并非在表象，而是心里要舍得丢掉妄想执着分别情执贪恋六尘相等习气，心离六尘相，一门深入念佛才是真精进。95，有些人虽然表象看起来很用功在念佛修行，很懂得佛法，又很相信佛法的样子，但因心里我执的自以为是主观习气太重，才会走错路了，自己都不知道。像这样其实整天都在用功念佛，修行了几十年，还不如用清净心念佛人念半个小时的利益。96，若无慧照力，心即会被相转。若在生活中有行，心不住相，老实念佛，亦有戒定慧，亦可不再依凡夫心出来的意思再去造业，既能导正身口意的造作。